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罗马书五章三至五节。主啊，作为香港的守望者，苦难是必经的。在禁食和祈祷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要不吃不睡，又如同我们中国的弟兄一样，我们亦都会面临着一些迫害。但是我们感谢你，敬虔品格的果子因此而生，我们亦都会经历圣灵的浸。求主给我们恒心，可以在苦难的操练中得着永远的喜乐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